排开行程，然后前来参与。就是自然的。那我们这2000块呢，对我们家庭真的是很帮助很大。我内心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呢，伊差不多伫个一个月前就敲电话给我，讲咱朱良江呢有背后真正要点点啊付出的慈善家，这个慈善的企业家呢吼，伊无想要出名，但是伊想要做善事，伊想要回馈咱这个社会，所以伊特别交代咱朱良江的江主啦吼，安来甲咱家福中心来配合。会使予恁准备好啊，过一个新年吼。